陈时中说疫情趋缓才有参选资格，那想请教院长，目前疫情趋缓了吗？那陈时中现在具备资格了吗？在陈时中指挥官的领导指挥中心有效运作及国人同胞大家一起配合政府全力运作防疫，成绩在世界上被评比为第一名，而且我们也看到周边国家疫情严峻的情形下，台湾仍能控制疫情，这是相当的不简单。我们希望现在更进一步来努力，看怎么样子让防疫跟经济共存，在经济我们与世界局势滔滔中有了最好的成绩后，我们也要让疫情得到好的控制，让经济以及民众的生活都能恢复正常。